意念很稳，可以咱们一拳呐，是以形取意，意字形声，形字意转，就是这道理。过去我父亲在上海呀、啊，单到李存义呀、啊，就教啊，这个五行拳，这个李那个孙禄堂啊，叫综合派，形意太极八卦。我父亲叫心意拳，因为心意拳呐、啊，会陕西啊，陕西陕西，就是说在龙王头就是形意形意。行意行意，好像有口音说不真，然后变成椅子了，就是就改成心意拳战争功，这样去了个字，所以是这样，所以这个拳也有来历了。今天你们也都知道为什么要这样，就是这么回事，所以在那个地方，这是边招啊，上了班呢，就是，你看，啊，这谢谢您小弟，这不是什么？是吗？这什么班？照上是吧？如果要是打你很容易，那这咱们不修累人，我看不累人，这是干什么的？这不是身上没整个攥着，这不是也等着差不多呀，是吧？你说是吧？是就是这个，所以他这个手啊，回来就和钩似的，连钩带累啊，还会呢，会攥着人差不多，是吧？是不是这样意思？就是找这个理由。找这个道理，所以养治病来说呢，就又说了，是这个拳术就是说，不管你搞养生搞地理，一定要懂，你不懂你就是全军覆营嘛。这个一拳战争养生桩也是一拳呐，你全军覆营，这个拳就变不无穷的。你不懂拳的，你是瞎掰。嗯，拳嘛，拳代表了武术，武术我不懂滋味，什么也不懂，那你。什么武术？你称得起什么武术？不够资格，就是的，是这道理。所以坐着说啊，你们这个就轻轻的来。你看他这个坐着就轻轻的，越轻越好。你看，对，我就是老指着你这儿，你看，这样使劲了，啊，这样使劲了，放松，就是手指吧，这扣，我指你这扣是够了，啊，就是放松，还放松，啊，放松，这个手要动，这手要动着的啊。跟着一起动啊！对，啊对，还是有点，有点，这是手掌练过太极，改了。这个手掌啊，就是太极的手掌，就是手掌。咱们俩就是腕，因为腕是活的，您是这来，它不是活的吗？它是活的，这来它是活的。如果你是手掌，这就不行了。你这个手掌啊，你看这样戴啊，这样做着说，你看，这是嫩的啊。你比如我这样，他抱我，他抱我，他要抱我啊，我不让他抱。你看，我这样，我给他一个，我给他固定哈，让你活了。啊，对，人家过来我就过来。你看，我这老处处勾你，我这个你老勾你，看，老在这儿，你看，是吧？你这一呢，他也得跑，这能得跑，就是以实以虚。我这个实了，我这个又虚；我这个实了，这个又虚，就可以了，知道吧？来，你坐着，他坐什么好？来，坐着，来，怎么都行，不甭看他，甭看，就看他中间，就是在，就看着中间，你肩可以了，别使劲儿，这个东西就是不使劲儿。坐的时候啊，可以活动，那我的腿是让王导领导，可以活动，你跟着我，这样走的时候啊。我跟你可以跑一跑，这个坐进呢、啊、可以跟着他这样坐。坐着说啊，这两个肘子撑起来，这个环啊就还撑着。你要一到这儿了，就是我就有点含胸，这样有一点含胸就行了，知道吧？含胸八位就是这样。你比如说这样啊，小哥，这不是这手都照上，你这弄我就这样，
扑克了，你带不了我呀，就是越骂越好，因为我听你的味道，我味道你能听得出来，就和我会说话啊，我不说你不知道我要干嘛，我一说你就知道了，我不说啊，我心里藏的就藏风藏的，我心里有什么话我不说，就是我要打你我也不说，你怎么我要进攻也不说，就是哎，到时候了，你矛盾时候把你就捉出来了，笨就捉出来，我要放你了，嗯，你瞧咧，我放你放我弄你正是正在抵抗我呢，我怎么放纵的是吧，就是那样，当这个袜子就是空着说这个地方啊，他要挤他，要挤这个地方挨着，你看为什么要松啊，松他不知道是吧，他不知道你一紧你就知道了是吧，你比如说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要挂他，你看这不是有弓吗，你看这个他就这里面他就毛子上挂他，如果要赏他，这样赏他偏着这样一块吧，如果在这儿挤这只胳膊，这一挤就没力量了，这一挤呢你看这一冲就没力量了，如果他没力量的一推的手啊吊上起来，指在脚底下，越指底下越难看，他指底下他才能上来，不是地下，他不能上来。你比如这个宽，够天，够耳的，你看够天，是吧？你比如说起不来，够，他过不来，够耳的，这不都能过来吗？就看你怎么使。你就是，带数就是勾，练的是勾，气数啊，你看，这个肘好像碰这个东西。肘往上撑，在这翻来，然后推你这样又回来，肘撑又这翻完又回来又撑，那叫推脱式推你。对，就是你。啊，对，对，肘撑完，对。手掌，手指头认真一点就行。这个嫩弹簧是，这个球不能离手，怎么弄球？你看，啊，你离开，哎，嘣，空掉了，对，一点就不错，就是这样。再你说老婆手不拎球的时候，你看这个手，你高矮都是这样。你比如这个柔球是吧？你看这手里老有个球，你看。这个球在手里，就是不让它里头有意念，就是说别空啊，这样坐的时候啊，这样脚底下好像踩水板似的就可以了。Hey my people,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 If you are the first viewers of my YouTube channel, you are welcome. My name is Chang Rong. I'm a martial artist. I'm based in New York City.If you enjoyed my video, make sure to hit that fuck subscribe right now. I promise you, you're gonna learn more traditional martial art knowledge and techniques in my videos. I upload my video 4 times every single week to share my martial art tradition and techniques with y'all. Life is so beautiful.Have fun!